好好玩吧，没别的意思，没别的意思，好吧，咱们好好玩就完事了。中路整个奥比亚马，你整点别的英雄啊，整个滑板鞋，我觉得都比这玩意儿好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真的，咱没别的意思。你干哈呢？他学个 W 的啊，他学的 Q， 好吧。你们右我左，他指定往这边走。杀 ADC 交闪了。就不追了吧，这回家吧。哎呦，梦幻开局啊！我这不血亏吗？我这上线吃经验不？省个闪，省个传送，算了，不省了，早用早吸地吧。早用早吸地，咱就不省了，好吧？你看那船长没？你只要不等他把火用了，他指定就跑。别不着，哎，现在他有传送，我没有传送，再见。这怎么不交闪现呢？蓝炼汉呢，你果然就是钻石的神，把把单杀呀！你说谁能在你面前活一把？你说就谁能不死一把？太难了，嘎得呀！这个 Q 的伤害开了，开啥玩意儿？就这伤害呀、啊？那征服者都满了，他还不闪，那必死。你还以为这猴的 Q 是以前的啊，一级就十点额外伤害，又没有物理加成。不是的。呀哎呀，完了。你要干嘛？我的车。是，能打过他不？我想拿手机。我们安安心心的把这波兵给他吃下啊！船长跟我在那儿画画呢，是吧？补吃了，本来我这些兵都能补着的，漏了一个。他们家这发育阵容，一个点发育下来，咱就难玩，你知道吗？太嚣张了，这船长！我不知道你在这给我放什么玩意儿呢，这桶放什么玩意儿呢？谁让你放的？谁让你放桶了？哎！
算了，我就不跟你打了。刚好我的奇亚马特出出来了，回家了。这船长肯定特别小心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这波不回家吧，也没啥意义。你看呢？你看这船长没？他都连河道他都不敢过，他就害怕我在草丛里头蹲六生六蹲他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害怕，给他吓完了。其实我们回家了，这波他上当了，你知道吗？撕一层塔皮，居然被他出出来了小三项了，马上不敢单呢。我也不急，去兄弟的几年再来找俺老孙吧。我也不急，希望他们能和俺对他这彪，这彪人就可疼了彪的。兄弟，你这有点太嚣张了是吧？我个人感觉你好像打不过我呀。好，哎呀，我闪现一下好了。我感觉能 A 出来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没爱闪。哇，一波完美反杀，我就差，我就感觉好像是马上要 A 出来。我寻思 A 一下差不多应该。可惜了，这是在玩什么呀，蓝林汉。我稍微有点乱，等一会儿啊，让我缓一下子，我薛飞是有点乱了。我们家稍微有点乱了，这样不行啊，不能乱。双 buff。
slain. 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哇，这船长三项了。我都没黑切呢，他三项了，是因为我送给他那300块吗？嗯，不对呀，300块钱好像也没有这么恐怖啊。光头好像在我上半段啊，这波可以杀。没事，他没有闪现，不过这上路塔应该是要掉了。团长发育其实不错呀，吃了我塔皮吃挺多。哎，有一波赛大给大那波，稍微脑子不知道在想什么东西。10分钟以后行吗？防御塔的城即将脱落，来一层塔皮。船长经济不错啊，我感觉他钱比我多。那边有光头啊，没
没看到吗？看到了呀，我看到了也不行啊，我看到了，刚才留他俩也差点劲呢、啊。这阵容不太允许犯失误，哎呀，失误有点多呀。哎呦，这个阵容一旦失误了，那就一发不可收拾。我感觉要到他们的强势点了。刚我们技能交的也有点多，杀一个走吧。我不蹲了啊，我这上路线儿有点多呀。不打了不打了，不能杀了，别杀了别杀了别杀了，我再杀都有点说不过去了。把下路线带了，然后把塔推了试试。奥比亚马去下路收波兵。这船长要干嘛呀？我还真打不过他，他血手了。他经济怎么这么好啊？是这英雄加钱加的确实有点恶心啊。阵容不行，这阵容除非优势特别大他能赢得了。试试大龙要不，觉得船长都杀不了，没有伤害。
哇，奥比亚马是要杀疯了是吗？奥比亚马。大龙，大龙能打不？伤害够不够啊？感觉应该够。打大龙倒是无声，不打掉血。走，走走走走走。该撤了。你没有大打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我们都没有 R。打得好，可以打。这里头有个眼儿，老弟。哎呦啊 ，nice 啊，打得漂亮，兄弟们。最后一把。谁搁这儿呢？谁在这打野啊？先把下路塔拆了吧。四级，为啥？哦 ，ADC 虚区，我操！血塔感觉稍微差点劲呢。快走吧，兄弟，快走吧！完了，我估计够呛了。哎，可以啊。这干嘛呀？你要自己把这塔拆了呀？小龙，你这一直追没有控制，怎么留人呢？小龙吧。小龙，小龙，小龙。哎，艾克可以抓。哎，俺们家这奥比亚马这把，我得给他点个赞，真的，我得给他点个赞。这把不管输赢啊，他是我见过有史以来中单奥比亚马玩的最好的，让我重新刷新了这个我对奥比亚马的认知。蓝要不要？
别急，拿了，你不缺蓝啊？你不缺蓝，我来吧。兄弟，你这能单秒，你不早说呢？早你咋不打不说呢？这老杀的艾克好像没啥太大用呢，感觉。你们这波应该是4-2，应该随便打吧。ADC 也死了，来个秒表吧，搞个秒表。杀就硬杀了。那一开始没看到船长搁他后边，肯定杀他呀。船长来了，那我死了，那就对换呗，那也没招了。这船长装备有点好啊，这吃个全家桶，我们直接就爆炸。奥比亚马的装备，250来刀，三件套吗？主机箱的兵，哎，直接开吧。等会儿啊，看看 ADC 的位置。大龙吧，别死了，可以，大龙，把龙拿了。这怎么连个 ADC 都杀不了？靠，龙啊，咱们打龙这特别的快，还不打龙？用经济来碾压他们，知道吧？用经济与我们的等级来碾压对面就行了，要不然这阵容有点烂。50秒，小龙，还能来一波。来得及，小心点啊！别让人给蹲了呀！这对面确实有点阴啊。队友要中推呀、啊，可以中推，来。小心点啊，人没在。哎呦，我奥比亚马上了，奥比亚马要死了呀，奥比亚马可以，奥比亚马，哎呦，来上来住，他们家 ADC 死了，拆家拿下，拿下。